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Make 大叔。那今天就再度来到永和区的香厨面线甜不辣油饭，这是这一间店正面的样子啊，好久没有来了。就在靠近立后凉面的附近。OK， 包场啊！好，这边是感觉人不多，但是是很好吃的店家。哎，老板娘你好。你好。哎，好久不见了。对。怎么越变越漂亮了？是因为有你的关系。啊，真的吗？哎，好，那疫情期间的时候，生意有受到影响吗？一点点的波动啊。但是我们通常其实有些客人其实都是还是外带，是。然后我有一个优惠就是满300块有打9折。哦，是。那会有这个优惠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些家庭主妇他在疫情期间他是没有办法，孩子没办法上课，那他们也没办法上班，是。那我就用这个优惠的方式，然后再帮他们准备满满的汤，让他们带回去，是。那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料理上面的更简单。是。好，谢谢老板娘。好，那我今天我就要这个。好，老板娘，那我今天我就要点那个大肠面线。没问题。哎，然后再一份那个大肠切盘。没问题。哎，应该要再来吃个油饭或者是甜不辣，我觉得。因为我们的油饭哈，像昨天到了大概晚上7点的时候，整锅的油饭已经全部都被客人带走了。哦，是哦。对，所以我待会再帮你准备一个油饭，让你试试看，好不好？哦，好，可以吗？肚子撑得下吗？哎，撞一下，哎，撑得下的话，对对对对对，好不好？哎，好，哎，那另外，其实我们家的甜不辣其实也是很美味啦。哎，先把面线搬起来。哎，那你们看看，呜呼，对，哦，赞啊。嗯，食物是没有加味精的。哦，是。对，然后你说那个汤底吗？汤底就是柴鱼下去熬的。哎，是。还有一些些小小的熬的汤，那像甜不辣的汤哈，我们家的汤都是纯那个萝卜啊，一直下去在那边泡煮，所以是甜不辣的汤头其实也是很美味的。但是，待会我们请那个大叔再试试看，好不好？尝尝看。我这样听起来好像比较想要尝甜不辣，好，先尝甜不辣好不好？好 ，OK， 好，谢谢。全部都准备啊，然后让你试试看。哎，试试，哎，谢谢，哎。好，请坐啊，哈。好，再是这个肥滋滋的大肠啊。对，那个大叔最喜欢吃大肠头的。哎，对对对对对，这样了解我。每次拍片的时候，就是这个大肠头，其实就是面线店里面的主角，对不对？对对对对，灵魂啊。是这个面线是身体，然后肠头是这个灵魂。是，我们家从那个洗肠子啊，哎是，然后清洗穿烫啊，然后再到整个卤好的这个制作，大概要2个多小时。哎是，辛苦了。哦，不会啦，其实每天在做的事情就是要放爱心下去做啊。哦是。是不是？对。好啦。好，就像我是也要放爱心来拍影片。然后待会儿的时候，其实还要再加上我们家特制的辣椒，是非常美味的。OK。OK。好，再来这个人哦，打折打到骨折啊，不是打折，然后打9折。好，让老板娘就放她自己自制的辣椒啊。是。红通通，红通通。一般的话，大家在吃的其实是市面上所谓的有一些是朝天椒，哎，是，但是我们家的我就公布吧，我们家的其实是多放了一些这个辣椒的话，它的另外一个成分是叫做魔鬼椒。魔鬼啊，那不能吃太多，那不能太辣。那就请那个大叔试试看哦。嗯，好，谢谢。Okay。 好，再来就是这个大肠面线，再加卤大肠进去哦，满满的配料哦。哦，这个认识这么久，所以老板娘也相当的了解我啊、哦。再加上就有看我的影片呢，啊，这个应该不算肥滋滋啦，因为大肠头啊，它是比较有弹性的部位 ，Q 弹 Q 弹。嗯，卤的香喷喷香喷喷的，啊，吃起来相当的过瘾。哦，这个大肠卤的也很入味啊，让我感觉有在这个板桥深秋面线吃到的感觉，有类似啊。
因为是在深秋吃到那个大肠头的味道也非常的美味。好，这边这个也吃下去是很爽。好，纯手工面线，然后不加味精的汤头，然后配上这个满满的大肠头，哇哦，这样吃起来就整个脸都变成猪头啊！不，整个心情都好了起来啊！香喷喷，香喷喷的啊！赞啊！满满的大肠头啊！好，好吃又美味啊！好吃啦，它里面应该还有点蔬菜的甘甜味啊。不过因为我现在是满满的大肠的味道，所以稍微有点尝不出来啊，很好吃。啊，那鬼椒就记得加一小时就好，不然那熊天嘛啊。啊，你熊多啊好啦。兄弟啊，这好物件，保龄球，保强气啊，吃落去，用了啊。吃起来真的是很享受，满满的大肠头，实现你这个整碗里都是大肠头的一个美梦，就是我啦，好赞。超级美味的，好吃。太爽了啊，好吃，所以是超过120分，赞。好，再来是这个老板娘精致的这个甜不辣，吃看看，然后就各种东西都有。那丸子吃起来很新鲜，在这个是我最喜欢吃的白萝卜。好吃啊。刚那个是吃起来像小鱼丸。不过这个酱汁我觉得应该比较适合加点辣椒，让它的味道稍微比较突出一点，或者是再加点蒜泥啊，让它风味变得更好。好赞啊！然后在这个是蛮大块的猪血糕，外国人都害怕。好吃。这样吃下去其实非常的有饱足感啊。好吃。
然后再加上老板娘是我粉丝，所以还是给满分。啊，这样应该不会很草率啊。好，最后是这个油饭。好，老板娘讲说这个常常晚上七点就卖光光的油饭呢。嗯，香喷喷，香喷喷的，然后这个肉丝也好吃啊，很传统的风味啊。好好吃美味啊、哦！不过到这边我是有点吃不下了啊、哦，因为这个加大肠头这个饱足感非常的够。好，小油饭也相当好吃啊。嗯，好、哦，相当相当的棒啊，吃得出来老板娘是非常用心的。好好吃美味啊、哦，然后这个我比较吃不完啊。啊，糯米都有拌炒均匀，然后也不会死硬，也不会很油啊，刚刚好，刚刚好这样，嗯，好吃。好，最后是这个香厨的，啊，不好意思，有被那个辣椒辣到啊，刚刚那个辣椒少部分真的是还蛮辣的。好，继续啊，香厨大肠面线甜不辣，然后地点在新北市永和区永贞路168号，然后营业时间是11点到1点，下午3点半到9点半。健康幸福快乐，然后他们是有午休的哦。好，那个人感觉就是他们的面线跟其他餐点都非常的美味，然后老板娘亲切和气，很值得来吃。算看起来人好像不多了，好，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拜拜。好，那征得这隔壁桌妈妈的同意啊、哦，这个弟弟这样吃起来，这个油饭看起来是有了那种满满的幸福感啊。这边的油饭好吃吗？超级好吃，对不对？所以你才能够吃下这么大一碗啊、哦。好，那就感谢你的协助啊，赞！好 ，Thank you。好，那感觉这个名片上就写着健康、幸福、快乐，然后让客人都有是满满的笑容。是，哎是。这就是我们开店的宗旨。哎是。我希望大家来永和，因为永和其实有很多很好吃、很好吃的小吃。哎是。那我希望大家能够到我的店里的时候，能够感受到我们食物的美味之外，哎、还有这里亲切的服务，还有用餐的环境其实还是挺干净的。哎是。所以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光临永和，好，欢迎我们的设计的来永贞路168香厨。好，谢谢老板娘，谢谢。好，那就祝老板娘生意兴隆。谢谢。哎，拜拜。拜拜。